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回来弥陀这边呢，刚的巡了一下台，感觉弥陀这边有一台杂物台，来加看看杂物台到底加起来怎么样吧。再搞，先打看看，打不到，打不到啦。我都不知道。服务。哦，要掉了，先加这里好了。服务。哎、欸，他刚不是要滚追溯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面呢？哎、欸。哦，出了。哦，出了。一个小猫猫，招财猫猫。招财猫猫，30块出了一个。嘿咻。哦，安安了。我们看100块可以夹出什么东西、啊？夹出几样东西？对。哦。好啊。加先加正门，嘿咻，一、二，压下去看看，来这边看看，有一颗宝宝，宝贝，宝贝，啊，哦，那个要掉了，反正加呢，这个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下来，一、二，哇啊！这边好了，夹那只鳄鱼。哎、欸，出来，出货，出货，哦，欸、要出货，差点出货，有，觉得还可以。一样啊，一，哦，出货。哦，有，哦，这拼图还不错，那好像是好事多，不知道是不是。一，哦，哎、欸，这边太远了。对啊。好了，拼这边好了。啊，先夹这个好了。啊，米豆子，好、啊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心。小心吧，很像小。小心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是一个小女孩。是米豆子。一、二。哎、欸，不出货了、欸。对啊。压下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不如夹米豆子，然后它就会啊，我夹米豆子。对啊，米豆子。哇，好尴尬了哦，这一百块花的有点冤枉哦，有点怪、哦。哇，没出半样哎、欸，直上直下嘞，米豆子直上直下嘞。好，这样子。喂。继续了。哎、欸。嗯，进去了。嗯，他应该全部应该迷豆子。对，在那边坚持迷豆子。哦。哦。我打算输两样。输哪两样呢？那你夹那么多杂物要干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看看这个呗。嗯。一、二、哦，出货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么难出。好，先换边。稍微注意一下，稍微注意。出，米豆子。哦。米豆子。哦。哦，这米豆子神呐、啊！神呐、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出啊！出来吧。哇，小企鹅好可爱。换这边好，哎，夹不到。好想不到，对啊，这个该死的敏感爪，嘿咻，该出了吧？哎、欸，弹、欸、去那边干嘛？那边刚好有一个洞啊。哇，这边很难夹。嗯，对啊，还要再玩吗？还要摆脱？嘿，嘿，出货。哇，直接进去耶！最后10块看看，我们抓了最后10块看看，他有没有机会再出个什么东西耶？一、二，猫猫吧。猫猫，小猫猫。猫猫看看。一、二，就为了夹这只吗？夹这一只猫花了30块。一、二，弹出去。耶！
好了，我们已经夹西了。然后上面这里有一个夹实的可以换。我们就要试试看了。先夹简单的。一二，出货。哇，那我们先夹这个好了。看那是什么？像杯子，漱口杯吗？出货。出货。二三，耶。八，这两个。精灵球看看，啊，那个袋子啊，那个袋子应该，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拿，我们等一下再拿。一、二、哦，哇！进去，啊，这个看看。对啊，这边比较机会。企鹅，企鹅。我觉得你只要袋子这边好了啦。哦。只是拼凑个十个就。袋子哦。对啊。袋子，有了有了，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对对对对，这种小小的很难。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这样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要夹这边，这边不行不行，你要夹上面的东西，那小的那个很难夹。你小猪，哎、欸、对对对，洗澡了，看看。往外赶进去，对，哇，它是那个位置。一、二、出出出出出。哦，你也无作品。最后一个夹死的，屌够难的。一、二。一、二。哎，娃娃就好。但它夹不起。娃娃就好。哦。太粗了吧，兄弟。哦。哦。这个最后一个娃娃怎么防守？哇，拼图跟那个精灵球看看，很难呢。对啊，一个假死，加油！啊，出出出出，耶！终于死了，天哪！天哪！好，把东西摆出来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总共花了360块，然后加了10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那这一只应该是里面这里面应该是这一只是最贵的，因为它是正版的木棉花的。那这一只我据我所知应该外面也有，我看过保价大概是300、500、350到400，我记得大概这一只也有200块那边。好了，假设差100块，他们这边总共花了360，然后还有一个夹石兽，就是这个积木，还不错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再来看有没有另外一台可以打吧，这个。噔噔噔噔噔，好多好多皮卡丘！那各位煮好了之后，记得回来分享一下煮好的长得是怎么样，因为其实我连煮过都没煮过。好的，那我们要直接抽出昨日影片哦，突破10000订阅的得奖人，突然卡住了，有4位得奖人哦，然后一共会获得萤火龙，还有一张皮卡丘、模型啊。那我们这边已经设定好了，也抽出4位观众啊，这边已经4位观众了，然后所有东西都设定好了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始抽奖吧 ，Let's go！ 耶！恭喜蔡丽阳，恭喜 HSR 这个新品号啊，朱武倩、杨安凯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就抽出这10位观众了，那就谢谢你们喽。那我们影片呢，一样啊，后面还是要再抽奖哦。5月31号我们会抽出日思索加流，是吧？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的5月31号呢会抽出我索尔加流，那要怎么抽奖呢？然后在这个社群这边有个社群贴文，这个社群点进去之后呢，找一下下面就有一个会员网址，按下去了我们就会跑出一个75块的会员，然后加入之后我们就可以抽出这一只日式索尔加流。那如果会员很多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越抽越多。那我也感谢不管你进来之后有没有抽中，弥多哥在此说声谢谢你，因为您实际的行动让我们有所收入，然后我们也有把一些所得呢拿去做一些善款，捐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啦，觉得我们就会做一些善事，只要你们有回馈给我们，那我们都会把一些所得拿去捐款啦。对，那一些所得的话就当作是弥陀哥的基金。好的，那我们影片就做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，如果不喜欢的话也帮我们按个不喜欢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弥陀哥，各位拜拜。